在这个图呢，它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它是那个森林的区域啦，然后 X、Y 是两个 locus，然后是那个 helicopter 掉落的地方，然后 X 呢是 equidistant from QR 跟 QP，QR 跟 QP equidistant，所以这个是两条线，所以我们找的其实是它的 bisector，所以在这一边这样 bisector。OK，你的这个 bisector 的画法呢，就是说你插在 Q，然后点一点，然后再插在这边点一点，插在这边点一点，啊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locus X 啦。好，然后 YP 等于 PR，YP 等于 PR 的时候，Y 它是属于一个点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是 P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circle，然后它的 center 是在 P，然后它的 radius 是 PR，OK，PR 是同一个。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图形，圆形是在 P 哦，圆形在 P，来一点这样，OK 好，圆形在 P。OK，下面这个，大概啊，OK，好，在这一边，这一个就是我的 locus，在这边。所以它交界的地方是在这边，OK，就是这样。